月底前很难打，然后最近都没打，我十月底刚打，到礼拜四之后才打。三个礼拜，因为我们公司运动会，我们下班都去练习。好球！太惨了吧，现在是榜一。对啊，你们不是有五队？对啊，所以会打四。你们已经打完这第三场了。我们也打三，就我打得很快，因为多拆两桌。对对对。所以他这次只有办社会组跟壮年组两种，是吗？如果长辈哦，哎，这只有两种，那就很快。壮年跟社会，就那就很快了。你像中港那边哦，还有国小组。今天中港高中有比赛。那个台电办的。今天有三个比赛啊。今天台北也很多比赛。真的。北部今天很多比赛。大家都挑好日子啊。我八月跟十月，一个月四个周末，我都有三个周末在这里。两个扎边。然后平常就是说，平日白天都要打，没有晚上。因为我十月底打完球，我才停一段时间没打，然后又要练习那个公司的运动会。是这样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们运动会超好笑，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是绿色的，然后蔡英文要来致辞，就蔡英文穿一件蓝色外套来致辞。全场6000个人都穿了绿色。你们是今年才换，还是三年前换绿色的？今年发的谁给你？然后上新闻。其实我觉得，宣二比一。关谷航空一定就是看董事长是哪个颜色，他就要给是哪个颜色，是这样吗？他说，因为董事长就是财政部派的，然后财政部就是那个执政党的颜色。对。哎，第十啊，加油！Nice 啊！这是正流程。现在是没有公司，那你不用管。Nice 啊！